看镜头。早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7月19号，本周是贝斯周记的第60周。月经不是病，痛起来要人命。今天是2021年的7月20号。今天天空的云感觉下午就会下大雨。热到不行的同事。今天是2021年的7月22号，这种天气还要出来上班，等了要一个小时的早餐。看看我遇到谁？哎嘿，我是琼文。今天是2021年的7月23号，终于礼拜五了，我已经快受不了了。今天是冬奥开幕哦。我有，可是它被隐藏在黑暗力量上，就靠着白色的那个。早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7月25号。昨天一整天都没有拍，因为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，所以我跟凯就叫了麦当劳欢乐送，在家里看奥运。外送的时候没有下雨啦。今天要谈三个小段的练习，开始。第一段，第二小段，第三小段。停一下，我把它调慢一点试试看，我把它调50看看。50，好一点点。凯，跟我一起弹呗。最近我跟董董的感情升温。对对啊，董。爽啊，当！阿当的眼睛是绿色的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什么意思？
明天也要继续努力啊。